齐全派决赛第二场，太常宫季若晨对阵太玄宫张殷殷。说好的，凭真本事决胜负，你可千万别食言了。师姐让我全力以赴，我便会毫无保留。下一期青云榜的头名还是我的。 他们两个人看起来怎么像真打呀？你怎么看？若晨师弟看似使出了全力，哎，不过你看，啊，他的剑锋所到之处，还是有那么三分是收着的。看来啊，哼，他还是舍不得伤了咱们殷殷师姐。夫人，看来殷殷的心意到底没有白费。若晨这孩子确实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 殷师姐，季若晨仗势欺人，你还对他客气什么？直接砍翻他！师姐，千万小心啊！季若晨出手太狠，剑破了他太丑胸脯。若晨下场！是谁让芷仙下场的？你们才下场，全家都下场！若晨加油！若晨加油！ 你没事吧？来，伤了哪儿没有啊？太玄宫，张殷殷胜。